Shadow Fox. 淘气包里奇79，更头疼的是。嘿，里奇，你想玩棒球吗？我不能玩，我有事情要做。友善点，友好点。等一下。基地，我，那个，我，别烦我，里奇。给你，我准备了一个礼物。这是什么？嗯，那不是里奇吗？他在干什么？我保证以后我会对你友好点。好吧，谢谢你的礼物。那么我们重新做朋友好吗？是的，现在我们又是朋友了。天哪，里奇喜欢基地。